嗨，各位，又是我，我回来了。这两天回老家了，回自贡了。哎呀，自贡47度，兄弟们，实在是遭不住了。今天吃啥吧？给我 上菜一。先浅尝一下。我觉得真的是，你可以永远相亲相对。本场最佳来了。这个是我的干。算是我小时候的吃的呀，这个叫，哎叫啥呢？叫凉皮卷，凉面卷应该是。冰皮卷凉面。冰皮卷凉面啊，来一口。好吃到想分享，嗯，好吃的，我操！它这个饼皮很有韧性，然后里面是凉面，然后里脊一些东西。最后一位，青菜宝。